我们上一集说到呢，隋朝的东路军，哎，打突厥，那突厥的达头可汗一听对方大将是史万岁，吓得掉头就跑，结果呢，史万岁是得理不饶人，带兵追杀，斩首几千突厥兵马，由此呢，隋朝两路大军呢，最终是得胜还朝。隋军这次出征呢，不仅大大打击了达头可汗的嚣张的气焰，那么作为行军总管，隋炀帝的二儿子晋王杨广又积累了他自己的声望。虽然当时杨广只是名义上的统帅，但他毕竟是作为总指挥啊，还是非常有功绩的。先前呢两定江南，如今呢再击突厥，使得杨广在隋文帝五个儿子当中啊，当时就显得特别有本事。而且呢，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战争，这杨广和杨素等隋朝的大将和这些功臣啊，就等于结成了战场上的友谊了。这些关系对于日后他成为皇太子就太有帮助了。公元601年，隋文帝呢改元仁寿，那么仁寿元年年底呢，长孙晟就给隋文帝又上了一个著名的表奏，希望大隋啊就把这个突厥的达头可汗的问题啊完全解决掉。这个表文当时古汉语写的是文采飞扬，他怎么说呢？我夜登城楼，仰观天象，就看见北方草原地区啊，飘来一道红，这个红雾啊，绵延长达100多里地，就像雨水垂下的那种雨脚一样，从天上一直连到地面。由此，我查了查兵书，发现这种天象的名字就叫洒雪，天上洒下雪，就意味着这道红雾之下那个国家是必定灭亡。由此可见，我们大隋灭亡突厥的时候到了。古人都相信天象，当然我们现在成为迷信了，但是呢，长孙晟这个时候提出这个天象来，其实也是根据实际情况来推动隋文帝下决定。作为情报专家，长孙晟深知经过连年战争，突厥达头可汗他内部问题多了去，离心离德，所以呢，他就借助天象的名义敦促隋文帝最后下决心出兵。看了长孙晟表奏之后，隋文帝细心倍增，仁寿二年，就公元602年，隋文帝就派大将杨素为云州道行军总管，长孙晟呢，为这个受降使者，带着隋朝的这个傀儡，启明可汗一起，大张旗鼓北伐。这次出征呢，我们想都能想得到，隋朝大胜，杨素主力大军打败达头可汗之后，先前附属于达头可汗那个铁勒部族纷纷脱离达头可汗的控制，众叛亲离之下，惊弓之鸟啊，达头可汗只好带领少数亲信远走高飞。从此之后呢，他竟然再没有机会重新回到当时这突厥所统治下那种蒙古草原一带。达头可汗兵败逃跑了，那启明可汗呢，现在就成为突厥大可汗了。其实呢，他也是隋朝全力扶持的突厥可汗。他对隋文帝啊，这个启明可汗绝对是发自肺腑的感激。因此他上表给隋文帝，其中的话语虽然说肉麻到可怜的地步，但说的基本都是实话。大隋圣人可汗怜养百姓，天无不覆，地无不载，染干就他自称啊，如枯木耕叶，枯骨耕肉，千世万世，常为大隋点羊马也。好像您简直是把我这死人变成活人了，我这个千秋万世，我们这个可汗家族都为大隋放羊牧马。所以呢，隋文帝由此就成了突厥人认可的圣人可汗。所以我们一般人都知道唐太宗啊特牛，当时被突厥奉为天可汗。其实更早的时候，隋文帝就已经被突厥人尊奉为圣人可汗了。所以呢，隋朝用了将近20年时间，把突厥这个巨寇终于降服，成为什么呢？附庸小国了，也就改变了数百年来，就是从东晋16国以来那汉族饱受草原部族欺凌的那种局面。隋军隋朝这次战胜达头可汗，所以隋朝不仅比较彻底解决了突厥问题，也就巩固了隋朝在东亚大地的这种主导地位。那么隋朝就册封这个突利可汗为启明可汗的时候呢，就在武安殿刺射，就进行这个射箭表演。这种射箭游戏看似玩乐，实际上也是在向突厥人炫耀大隋的武力。隋文帝当时从禁卫军将士当中选取神射手12人，
就包括长孙晟在内，分为竞赛的两队，哎，六六为一队。这个时候，契民可汗就上前表示说：“跪在那儿，撅着屁股就说：‘臣由这个长孙将军得见天子，今日天子赐射，我希望加入长孙将军那一队参加比赛。’”隋文帝特高兴啊，马上同意。于是呢，启明可汗就交给长孙晟六支箭。对于长孙晟来说，自然是发发皆中。长孙晟就是擅长射箭啊，启明可汗本身他又是突厥的神箭手，因此比赛结果呢就不用说了。长孙晟和这个启明可汗的这一队肯定是获胜。那么宴会中间呢，天空上有群鸟飞过，隋文帝就对长孙晟说：“听说你不仅会射箭，还擅长用弹丸射击。”你给我射几只鸟下来。这种绝活长孙晟是手到擒来，十发皆中，十个弹丸射上去之后，十只废鸟是鹰丸而落。当天呢，隋文帝就特别高兴，大赏参加宴会的百官，其中呢要数长孙晟得到赏赐最多。这么多年以来啊，在和突厥人这个周旋期间啊，长孙晟作为隋朝的使臣啊，他出使突厥内部啊好多次，所以说他不费一刀一枪，仅凭高超的计谋和他三寸不烂之舌，就把这个一度非常强大的突厥从内部分化瓦解，从这个北朝边患最后变成大隋附庸了。相比从前汉武帝时代卫青霍去病提兵百万征匈奴那种赫赫武功，长孙晟对突厥这种不发一兵的这种才能和舌辩，其实呢也是具有非常独特的传奇色彩。所以说呢，如果翻译这个行当挑选祖师爷，长孙晟当之无愧。梅老师年轻的时候就是英语翻译，所以那阵儿呢，我还对长孙晟这个人还不是知道特清楚。如果知道特清楚，那阵儿估计在家里就得供一个长孙晟的像。与其说长孙晟巧舌如簧，倒不如说他对于突厥的行为模式和心理啊这些拿捏到位。谈判啊，尤其包括他好多时候作为使臣和突厥人进行谈判嘛，谈判这个过程说到底实际上是个心理战。我们先前这几集呢一直说隋文帝北破突厥，南平江南，确实是武功赫赫。其实隋文帝在大肆发兵攻伐的同时啊，他在隋朝内部的国内建设，哎，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历史上称为什么呢？开皇之治。经济方面，作为隋朝第一代皇帝，仅仅用了13年时间，哎，就出现国库满溢的这样的一个大好的局面，显然这是个经济奇迹。隋朝呢，当时实行均田制，对人口控制能力特别强，特别是隋文帝推行两项政策，书籍定样，大锁贸易，使得国家收入越来越多。什么叫书籍定样呢？所谓书籍定样，就是国家制定和颁布的户等啊，划分样本。当时隋朝老百姓根据家里有多少地、多少个男丁、多少头牛，分为上户、中户、下户。上户、中户、下户的划分标准呢，就都在这个样本里面啊，写得清清楚楚。这三等户的老百姓呢，各自应该给国家承担的责任和负担也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人只要你把自己的家庭情况和这样本一对照，你就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户等。而且呢，隋朝这个政策实行同时呢，它明确保护弱势群体，通过建立这样一个样本，老百姓深知自己如果投靠政府就能享受优惠的政策，还可以交这个比较轻的赋税。所以先前那些对豪强大户的那种依附的人口，这个时候就会自觉自愿地脱离那些大户的控制，转到向国家来申报户口。由此呢，大隋国家掌握的纳税人口就更多了，这就是隋朝的书籍定样。那么什么叫大锁贸易呢？大锁贸易其实就是隋朝的身份证制度，政府依靠乡里那个基层组织就来搞入户调查啊，那些胥吏们拿着户口本和年龄，根据百姓的样貌来核准他的实际年龄。当时就清楚讲明，如果有隐瞒的，严惩不贷。靠着这两项政策的推行呢，隋朝隐瞒人口的现象一下子减少了，纳税人呢将增加了好几百万。我们要知道，好几百万在古代绝对是个大数，你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都千万上亿计。可见呢，恰恰是隋朝人口控制能力的增强呢，它这人口控制能力增强是对人口的这个清查能力，古代从来不搞计划生育，
所以恰恰是隋朝对人口的这个清查能力的增强呢，从而导致他经济势力的这个越来越强。文化方面呢，隋文帝也干得不错，为了充实国家的藏书，他就下诏书，只要任何人给国家进献一卷书，我就给你一匹绢。我们要知道，绢在当时并不只是一种做衣服的丝织品，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货币。隋朝税收呢，实行租庸调制，租是田租，庸实际上就是劳役，调就是老百姓向政府提供的丝织品。当时一个农民一年的调就是一匹这个绢，可见呢，任何人贡献给国家一卷图书你一年的这个税收的这个三分之一就免掉了。由此呢，当时隋朝老百姓踊跃献书，这样一来呢，隋朝的藏书很快就多达30000多卷。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他这个一卷书，隋朝那书还不是一本，都是一卷一卷，而且当时的书基本都是手抄的，因此呢，在当时的书是非常珍贵的。那么在政治方面呢，隋文帝上台之后大力整顿吏治，他就下诏建立健全的选官制度，对于基层文官择优录取、择优选拔，建立赏罚分明这种考核制度。而隋文帝这些官员选取制度中，对日后历史影响最大，你知道什么？就是科举制。开皇七年的时候，隋文帝就下诏要求每一个州每年要选派3个人到中央来参加科举考试。所以说呢，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的序幕，实际上隋文帝时代他已经开始拉开了。对外关系方面呢，那隋文帝更有一套，对当时最强大对手突厥，我们就不再仔细说了，刚才讲了好几集了。他对包括对契丹呢、莫贺啊那些少数部族，也是实行怀抚政策，不听话了我打你，打完之后我就再糊弄你。隋军大败吐谷浑军队之后啊，还把隋朝的一个公主啊，这个就是等于姓杨的吧，这些女孩送过去和他和亲。同时呢，还抚慰琉球，琉球就是现在台湾，也派船舰啊、军人到当地视察，而且还经营西域，削弱突厥在西域的影响啊，和西域那些小国发展贸易，派人还出巡南海以及海东的百济、新罗啊、倭啊这些小国，宣示皇威啊，探访风俗等等等等吧，外交做得特别好。隋朝对外关系除了突厥以外，另外值得一提就是对高丽的关系。高丽当时也称高句丽啊，由这个高丽和隋朝接壤，等于就成为朝鲜当时半岛，它有3个小国嘛，就成为这3个小国当中与隋朝关系最为敏感的国家。那么公元598年呢，就是隋朝开皇18年，高句丽国王高原啊，这小吃饱撑的，主动派兵啊进攻辽西。被隋军呢打得大败而归。你看这么一个偏邦小国竟敢和天朝大隋叫板，隋文帝满朝君臣都大怒。商议过后，隋文帝当时就派他儿子汉王杨亮为行军元帅，以高炯为长史，派出30万大军水陆并进，就想把这个高句丽这个高丽给灭。不幸的是，隋朝水军呢海上遇到台风了，船舰呢不少就是倾覆了，一下就翻了。陆军呢半路之上呢感染瘟疫了，结果没见敌人面就病死大半，不得已呢隋朝这次只得退兵。30万大军呢死者有 十有八九，几乎呢就是好全军覆没，当然不是被打败了，就要不就是水兵被淹死了，要不就是这个陆军染上瘟疫自己就病死了。但是呢敲山震虎啊，这个高丽国王高原呢也知道大隋绝对不是好惹的主，赶紧遣使奉表谢罪，自称为什么呢？辽东粪土臣高原。接到高原的谢罪表呢，隋文帝呢愤懑之情呢也就不像从前这么大了，等于就是也给自己有台阶嘛，面子也找回来了。对于隋文帝的文治武功呢，使臣不得不加以赞叹。就说隋文帝啊，公节俭，平遥富，仓廪实，法令行，君子闲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腐，朝野欢愉，20年间天下无事，区域之内晏如也。显然呢，作为开国皇帝，隋文帝确实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制度建设，包括外交领域取得巨大成就。
但也就是在这样的天下太平之际呢，朝廷内部有一对父子官员，对于隋文帝和当时那些大隋朝也是忧心忡忡。谁呢？房彦谦、房玄龄父子。房玄龄这个名字后来在唐太宗时代的熠熠生辉。这个时候呢，房玄龄还是个小年轻，他的父亲房彦谦当时担任什么呢？监察御史，就私下里对这个儿子和亲友们表示，你看陛下这个人，陛下就指当时的杨坚了，猜忌苛刻，不接受大臣的劝谏。太子呢，就指杨勇了，很文弱。太子的几个弟弟那诸王呢，又各自擅权，皇帝在朝中呢实施苛酷的政治，不知道深谋远虑。所以说你甭看现在国家很安定，我害怕很快国内就会有大乱。对此呢，当时作为儿子房玄龄啊，他也是非常有谋略啊，非常有远见，说得更深入。哎，咱们的皇帝本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功德啊，就是通过政治阴谋取得了天下。他的几个儿子呢又骄奢不淫，总有一天会互相残杀。如今呢看似太平盛世，但很快就会天下大乱。就这父子两个人啊，都是非常明智的。那么房彦谦、房玄龄父子说的有道理吗？当然有道理。我们要知道，在私生活方面，隋文帝在古代帝王当中啊，那绝对是太鹤立鸡群了。在他的皇后独孤皇后活着的时候啊，这个隋文帝杨坚一直实施一夫一妻制，他的五个儿子全都是独孤皇后一个人所生。我们要知道，这种现象在古代封建社会就非常非常罕见。由此看来呢，杨坚他也绝对称得上二十四孝老公了。为此呢，隋文帝自己也很得意，就觉得自己我私生活你看多好多优秀啊。他就曾经跟大臣们说过，前朝帝王往往因为宠信啊，这些妇人、这些妃子被美色冲昏头脑，总会做出废长立幼的事情来，严重的就导致亡国。朕不一样，朕五个儿子都是一奶同胞，真兄弟，他们绝对不会发生内斗。哎，这可是我们大隋万年基业的根本啊！所以说，隋文帝和这个独孤皇后一共有五个儿子，老大杨勇，开皇初年就被立为太子了；老二叫杨广，当时封为晋王；老三叫杨俊，封为秦王；老四杨秀，蜀王；老五叫杨亮，汉王。那么长子杨勇呢，在北周末年杨坚准备篡权的时候呢，就以北周小皇帝名义任命杨勇为东京小冢宰，就替他自己镇守洛阳。篡国之前呢，杨坚又把杨勇调回京城统领禁军。身为嫡长子，杨勇呢等于是为他父亲杨坚建立隋朝啊，也是出力不少。所以呢，大隋建立之后，杨勇很快就被立为太子，就成为隋朝的法定接班人。相对于杨坚的这种简单粗暴的性格，在治国理政方面，这皇太子杨勇啊，他本性呢非常仁厚，对于国内百姓，他就主张这个春风化雨，施以仁政。这个人又喜欢诗书礼乐，史书上就说他什么呢？宽仁和厚，就非常符合当时的人们对帝国接班人这种基本要求的一种期望。那么杨坚呢，在相当长时间内对这个大儿子就非常看好，但是从开皇中期。就开皇年间的中期开始，杨坚对皇太子杨勇呢逐渐产生了猜忌和猜疑。杨勇呢既失宠于父又失宠于母，所以也挺倒霉的，不仅他爹不喜欢，慢慢他妈也不喜欢他了。那么这种事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皇太子杨勇失去父亲隋文帝的信任，第一件事情是因为什么？生活奢侈。第二是因为他呢不知道谦抑之道。我们要知道，隋文帝本性非常节俭，当了皇帝之后，他每次所谓的御膳只吃一个荤菜，穿衣服呢以及宫内的器物都是非常简素的。那皇太子杨勇呢，你想年纪轻轻就成为帝国继承人，隋朝当时又是极其富足，所以他就慢慢喜欢这种奢靡的东西。有一次呢，得知自己的太子派工匠用金银去装饰一副啊来自蜀地的那种制作精细的铠甲，杨坚就特别生气，就把儿子杨勇叫过来教训说，自古以来，但凡喜欢享乐奢侈的皇帝，这个享国都不长久。作为皇太子，你应该奉行简素的生活，才能继承帝国的祖业。你看我到现在还保留着过去我没当皇帝的时候穿的那些旧衣服，时常拿出来看看，提醒自己呢不能奢侈。我怕你啊，你看你现在都皇太子了，忘尽从前的旧事，我把过去身上带着一把旧佩刀赐给你，再赐你一盒酸菜，
这是你在邹朝，就是在从前的北周了，当上士的时候常常吃的咸菜。如果你能忆苦思甜，就应该知道我的心意。所谓的这个皇太子杨勇在北周当上士，并不是现在那个军衔的上士。我们要知道，这个古代的这些好多的这个就是的官职，跟现在的意义完全不一样。比如说，我看有一个所谓的文史大家吧，一说啊，那个唐朝那些宦官啊，官职都这么低，当个中尉就能啊把控全国的这个军政大权。唐朝的中尉跟现在的中尉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字儿是完全一样，就跟杨勇在北周的时候当那个上士，跟现在所谓的上士也是不一样的。开皇之治呢，确实是史书所记载有名的中国发展的高峰期，在和平年代呢，国家长治久安，四海皆平。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非让杨勇这位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太子忆苦思甜呢，确实有点难。这生活奢侈倒也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有更让杨坚生气到爆炸的事情是什么呢？就这杨勇，他的皇太子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讲。